天、啊、那我们来挑战一下，能不能在车上做出一份很漂亮的泥呢？好啦，虽然今天出来，但是呢，我还是乖乖的带上了这么大的一个箱子。那有请小熊来帮我们打开盒子。哇哦，还是熟悉的工具，熟悉的味道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用它们能做出什么样子的泥呢？首先倒入透明胶水，哎呦哎呦，这路颠簸的。我调了一个天空蓝，然后呢，加入隐形眼镜护理液，还有小苏打水溶液。经过小熊的搅拌搅拌，这样我们一份无硼砂的透明泥就完成啦。我把它装在一个漂亮的盒子里面，放到阳光底下。快看，看起来是不是就是天空的颜色呢？在阳光的照射下，里面的小气泡变得像一颗一颗的小钻石一样。但这样看起来还是有一点单调，我准备了一些小饰品。有了这些饰品的点缀，应该会更漂亮。哈哈，反正我不管了，都已经撒上去了，一定要说比刚刚更美哦。其实今天在录这个视频的时候，我一直好怕会打翻，然后把车上弄得乱七八糟的，没有想到一路还是非常的平稳顺利。好啦，看在我出来都没有忘记带上宝箱给你们录视频的份上，要给我点个赞哦，拜拜。